好不好玩得进去看看，进去看看才知道。谢谢菠萝医师，感谢夏天下课后看电影，感谢李娜白豆腐和抱歉女配送的点亮，感谢墨镜贝，谢谢 Sutton 四毒小魔不要惊慌就是刚送的点亮，谢谢龙头烟飞 Eric 零八零六独独和风讯表弟阿莹，还有 Chaco 送的点亮，感谢木头军师送的点亮。充值返还什么意思了？就是我现在进去不充钱不能玩了。他不是说建一个角色要充要给月卡什么的吧？应该没有这种设定吧？还是说充值返还这里面充值只能买时装，其他都买不了？如果你看了想买了你就买，买了之后他到时候正式的时候给你返还一下。不会我还没进去他就要收我钱吧？这个测试到十五级你就得买月卡，这吃相不把人吓跑啊？你只是个测试，还不是全民公开的测试，你就弄一个测试，你到十五级他就要你充钱啊？不会吧？不会有厂商干这种事情吧？对，他只是个测试，结果你好不容易抽中了资格进去测了，测了之后到十五级就要你充月卡，应该不太会有厂商干这种事吧？感谢二水，谢谢七月十九，谢谢段东杰，谢谢法师 DLC 送的点亮，感谢混混兽和 MST 送的点亮，谢谢雾奇妙耶大帅哥老板送的三个比心兔兔和一个大宝石节，感谢雾云花明 GT 送的点亮，谢谢大混逼送的点亮，感谢很多空格送的点亮。感谢牛逼大气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帅无敌的雾奇妙耶雾总大老板，祝雾总大帅哥老板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迪克大的大势比天高，直冲云霄，尝过珠穆朗玛峰。感谢菜瓜，谢谢灵神，谢谢用户名菜的图，感谢韩苏送的点亮，感谢鱼总大帅哥老板送的一个保时捷，谢谢牛逼大气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帅无敌的于总，祝于总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祝于总迪克大的大也是直冲云霄，一口气尝过这个青藏高原。感谢霍真布鲁斯雾奇妙耶和没事样周送的点亮，谢谢于总送的一个点亮，感谢雾总送的一个点亮，谢谢大一大盒 WLQIEU 送的点亮，谢谢许晨轩送的点亮。对啊，他要内测资格才能进的，没资格进都进不了。资格是老 C 同学借给我用一下的，我卡住了。喂，怎么动都不动了？进游戏了算是。谢谢 Blue Heart， 感谢 Blue K， 谢谢吊起章鱼，感谢 Z 猪，谢谢七八和 MG 发，MS 发。感谢二杰哥感叹号和安杰丽娜朱莉曹送的点亮，还没到十，他还没到十二点就能进去了。下一个世界是诛仙世界，这界面看着一般呀。开始了吗？一百多个 G。现在是未知服务器，同行测试，进入游戏，登录失败，没开服的，什么意思？这里要人脸验证吗？还没开服。你知道电话号码，你登不了游戏的，人家验证码才能上的，你得有他这个手机，你才能上。感谢今天的朱莉曹，谢谢 Happiness， 谢谢我就混一混，谢谢平凡的人，谢谢鲨鱼，谢谢九六个九，感谢 OCT 陈，谢谢 Amber 清水已被认真和黑黑送的点亮。对啊，这老 C 问老 C 同学接的话，你得有那个你才能上呀。
他没开服，没开服现在进不去的。开服啦，我又登了下开服啦。登进去了，青云门，睁开眼睛了，角色不能选吗？这典型的天道逆水寒的片头了，比较符合网游，比较符合网游设计的这种画面。青云，燕云十六声做的太惊艳了，这样一对比，燕云十六声整体做的太惊艳了。啥游戏今天出的诛仙世界呀、啊？小施主，今夜之事，绝不可与外人说起。节奏好快，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像是一个小男孩在梦境里面。爹，娘，一会儿刺客，一会儿老和尚，一会儿灭门惨。救命！对，有对比就有伤害了，跟之前的燕云十六声一对比，感觉一开始很一般。不过他这只是 CG。你醒了吗？我在新手村吧，大黄。林婶娘也养了和你差不多的狗，但是他没你有福气。查看一下大黄，这里是地图说话了，框架和山口山搞得差不多。我怎么有点卡呀，我的天哪。门外传来了金羽的声音，找到金羽。左右都可以转。QE 转不了。视角是两边可以一起动，走路跟魔兽世界是一模一样的。门在哪？网游不能弄很高级的画面的，不然很多人进不去的。这没什么毛病，你把网游画面弄得很牛逼，很多人进不去的。这不乔乐兹之前吐槽说那个夜云十六声进都不让他进吗？林金羽初见先进，按 F 对话。小凡，一定还会有幸存的人呢。我们被仙长救走，听早先带我们上山的仙长说，这里是青云的通天峰。这发生什么事情了也没说一说啊。让我们一起去前面的广场。小凡，我听见你又是呼喊又是痛哭，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我一闭上眼便是那个景象。同学们，你们不能以这个单机游戏的视角去评判他的，知道吗？我完全睡不着。青雨，村里人一定还有人活着，你说对不对？用单机游戏的视角去评判他肯定是不 OK 的。这怪也怪之前的燕云十六声整体的效果做得太牛逼了，我小凡完全是三 A 大，就是单机三 A 大作的那种水准。我师傅等我回去呢，我先走了。文敏师妹，没有 QE 有点不习惯。我宋大人，看你们眼睛红红的。这是个修仙游戏吧？应该是。只是梦到了爹娘。当时尸横遍野。不过你，我这里有一碗稳定。几位师尊要见见你。到了修仙世界还哭哭闹闹的，滑稽不啦？把忘忧丸吞下去，任务包裹，右键使用，忘记痛苦。感觉天旋地转的。小凡，太极拳打一打。仙人的丹药如何会有问题？分明是你我肉体凡躯。感谢黑黑，谢星点灯，谢九字真，感谢晨曦踏雪，谢谢花随月和 HY 爷爷送的点亮。仰着脖子看青云山，怎么也看不到头。宋仙长，这青云山到底有多高？游戏声音大吗，同学们？县长不敢当，以后你们喊我青云子祖师。这名字起的。青云山高万仞，后来青叶祖师天纵奇才，
哦，等会儿要选这个，要选阵营了是吧？大阵便是你们面前这片青，这一片都是。第一个引领的 NPC 叫宋大人，有点太接地气了。你修仙那么总会弄得玄幻一点了。宋大人，我操！选门派了吗？跟着宋大人走上彩虹桥。哦，走上红桥，不是彩虹桥。还可以，作为网游，这画质 OK 的，没问题。他是纯纯的网游，同学们。小说里就是叫宋大人，不好意思，我确实不认识，我觉得宋大人名字有点土了 ，sorry。他这桥是流动的呀。有什么神兽啊，在下面咆哮，一条龙。他是青龙守护了。灵尊有礼，他们是诸位师尊特意召见的。龙会说话吗？一般这种都是什么帮派守护神兽啊？是千年前我派青叶祖师收服的上古水麒麟，不算龙，叫水麒麟。当年青叶祖师光大清明，降妖除魔。没看过这小说很正常呀。如今谁规定玩这游戏一定要看小说的了？又没人规定的。竟称为灵尊，上古异兽，怪不得灵尊这么神奇啊！鲸鱼，你说之前出现在村里的七尾蜈蚣，是不是也是什么异兽？那个嗜血的大蜈蚣，说不定村里的事和他有关。啊 ，RC 比较喜欢这种仙侠风格的了。过了太极广场，便是玉清殿。还是那句话，你不能用单机游戏的标准去评判一个网游的这个画质，那比不了，完全比不了。它是纯纯的网络游戏，跟那个之前的《燕云十六胜》不一样。你像这种游戏，它如果要做个什么百人同屏 PK 大战的话，对吧？画面太好，带不动啊。王二叔，是你吗？我客观的说一句啊，我可能没有调到画质最高，以目前的画面来看的话是比手游弱很多。我客观的评论一句，我等会看看能不能画质调高啊。王二叔，你说呀，求你告诉我。感谢蔡可乐，谢谢只有五块了，谢谢燃尘，谢谢张，谢谢张老板，谢谢 Taco 和夜猫仔送的点亮，感谢零度送的点亮。放弃追问。王二叔，你怎么了？滚！孩子们，没用的，别问了。这位大叔自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什么？大叔，孩子，他从山下跑上来的了。莫来说话，莫要伤心了。谢谢俊颖大帅哥老板续费的阅读会员，我看看能不能调高一点。ESC 里面我看一下。系统设置画面，这我估计画面不是最高的。它现在分辨率给我默认的是2048×1152，16:10，是因为我屏幕的原因吧？帧数限制调成无限制吧。高 DLSS， 超级采样算成高性能。NVIDIA 大幅提高帧数，40系以上显卡开启后垂直同步将失效。调个 DLSS 看看，这里都极致了，他默认给我调的都已经是极致了啊，极致就是这样了。可能游戏对人数，对到时候进服的人数他比较自信吧，已经是最高了，不是公测，他是要有资格才能测试的。好像没啥变化，不过帧数应该会好很多，现在已经是极致了。宋大哥，这是谁？是我青云掌门真人的千里传音。哦，真不愧是神仙。他老人家道号道玄真人，修为高绝。不是玩网游不会有人直接冲进去就调 4K 的呀。私下告诉你，长你们的遭遇实在令谁玩个网游冲进去调 4K 了？人家一般都是把画质调低一点，到时候 PK 打起来更流畅嘛。宋大哥了，
哎，主要是有燕云的对比，感觉燕云太凶残了。这实话实说，两个游戏前后一对比，感觉燕云的整体游戏画面做的太凶残了。那游戏画面真的有十年之差，没对比就没伤害嘛。有没有加速跑的？谢普特没有加速 ，Control 呢也没有。确实，夜云本来就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纯粹的网游，他这是纯纯的网游。掌门师兄，苍松师兄和田师弟还没到啊。感谢郭无限城陕西赛逃出加盟和叉叉叉送的点亮。田不易苍松。田师弟，这是干什么？掌门传唤，不免有些着急，若有得罪，还请师兄见谅。好了，众人都到了，各自归位吧。我再看看，有好多兄弟说还能调的，不，他默认确实是最高了，你们看画面能看到的。这里好像调不了 4K， 同学们设置窗口模式下，设置窗口模式下，如果调窗口呢，我看一下，确实没有窗口，就1920的，确实没有，没有，同学们，没有，他这里帮你调好了，默认的这里全是极致，因为这个显卡本来就是最高的。哦，他是自己技能是高级，玩家技能是中级，都帮你设置好了。是视野内最大玩家数量，他甚至设置到300了。你看屏幕里如果有300个玩家的话，应该对吧？他这纯粹的就网游设置。先看看后面吧。现在讨论画面，你这单机游戏看多了，现在讨论画面没什么意义。拜见。道玄真人，跪下，跪拜，先看看吧。可怜的孩子，你们起来吧。真人，我二人年幼无知，咱只能横向比较啊，你不能跟不知如何是好。您老人家不是同档的游戏比较，横向比较的话，我感觉画面好像。是啊，神仙爷爷，你要做主啊！我印象不是很深刻了，我感觉画面好像不如逆水寒和天刀啊。只是横向比较，自然不会置之不理。我逆水寒跟天刀也没怎么深入玩，有一点点记忆。我能好好回答。是，我们知无不言。谢谢 END， 感谢 XZD， 谢谢高耀，感谢石刻脚印和骚奇。我且问你，你们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回禀真人，我记得昨晚还在家里床上睡觉，但早上醒来却和小凡一起躺在野外松树下，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小凡叫醒了我，我们一起。这里人物和背景像是扣图抠出来的这种感觉。那个警醒，是你叫醒他的。那你又是如何呢？这种仙侠网游我本来就没玩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到那里去了。醒过来看见天涯明月刀和那个逆水寒，我都没玩过。我都是进去看一眼。那就是说。你们对昨晚发生的所有事都至于这游戏什么引擎做的什么背景我一概不知闻，机械间怕是查不清楚。这两个孩子无处可去，掌门师兄打算如何处理？中好中好，
我不会去玩天道的，动不动里面充个几十万的。掌门师兄，我脑袋又被 AK 扫过，我的。我就替你解决了林静。我不会去玩那种游戏的。这两个孩子身世可怜，我们要给他们最好的照顾。就朋友，光是微信朋友圈里面的女主播玩天道都至少三四十万起步的，我。请让我收他入门。还有人劝我去玩那个，我傻了，我操！宝庙村亡灵。掌门，弟子常见有要事回禀。说。对，撇开画质不玩不提，如果游戏好玩，也不是那种什么乱充值的，还是可以的。除了这两个孩子与那个樵夫，剩下都死了。刚开始嘛，这个画质什么无所谓。死了？这？剧情可以跳过的，我没跳过，我先随便看看。你们心神不宁，先好好休息吧。既如此，这林惊羽嘛，多谢掌门。行不行吧？还没开始玩了，进去玩了才知道。天师弟啊，我看这孩子和你大猪。谢谢宰师傅，谢谢到底是谁和王小炮送的点亮。没看过诛仙不很正常吗？小师弟，谁规定每个人一定要看过诛仙的？滑稽吧！没看过诛仙不很正常，直播间没看过诛仙人多的是，我的。我凭什么一定要看过诛仙啊？金庸老先生写的每一部小说，我也不是全看完了，更何况他是诛仙呢？这金庸写的武侠小说，我也就看了没几部。宋大哥，我记得还在被神仙爷爷问话，怎么一下子睡着了？这里又是哪？这里是大竹峰。没有，这是个端游，叫《诛仙世界》，今天刚测的。已经是我们青云大竹峰的弟子了。以后，大师，想必你很疑惑吧？大师兄，惊羽他怎么样？那他现在必须得在青云峰吗？能选其他门派吗？肯定得有个剧情转折吧。拜入龙首峰苍松师叔门下，你二人都为青云弟子，将来总有机会相见吧。哎呀，我说说大家有可能不爱听的东西吧。至少这个游戏物理引擎比燕云十六声做得好。燕云十六声的物理引擎目前太飘了。自己玩了就知道了。小师弟，快向师父行礼。呆头呆脑的。这天不易，呵呵，还说人家呆头呆脑的，自己看着点呆头呆脑的。哼，你既拜入我大竹峰，就已是我天不易的弟子。大竹峰，大人，你带着他。弟子领命。不过师父，早坐。是。自己带头带脑说别人一个滑稽吧了。有个什么高性能啊，这个高质量是吧？啊，换成高质量是好多了应该。对，把高性能换成高质量，小师弟应该是好多了。难过也是枉然。嗯，啊，看这个。大师兄，这是个草蚂蚱，是我闲来无事。高性能太糊了。一家人，嗯，一家人。清晰度现在清晰度转了，拉满了。世人所说的西风。哎呀，这就不用看了，这种废话就不用看了。询问的废话就不用看了。这有何不可？上来就问什么能不能结婚啊？本来嘛，正好是的。大师兄，修仙了还有师弟爱赌的。青云门规第一条，凡我弟子修为不论，唯心性至上，道心不忍。田不易后来死了，雪姬还真看过这小说。我弟子雪姬有空去把金庸的书好好读一遍吧。道心不忍啊，有空去看看中国历史书吧，别看那些修仙的书了。第二条，看多了你以后找不到女朋友的，知道吧？阿姐，听老师傅一句劝，真的。第二条，凡与魔教有，你就是修仙小说看多了，然后你找不到女朋友。小师弟，很好，是我在夸你，不需要你重复的。指引青云，你找不到女朋友是有原因的。你看那些莫名其妙、虚无缥缈，对吧？那种就是非常非常跟现实不贴实际的那种书看多了，你找不到女朋友啊，所以。梦。
我只是说雪姬，没说其他人，其他同学不用带路哈。雪姬是雪姬，你是你，对不对？阿斯一来对我来说嘛，就是对吧，老朋友之间调侃一下，你不要自己带路进去，就跟你跟你同学好哥们在里面调侃一下，就这意思。哇，你这是学了哪家的刀法仙术啊？选角色了吗？剑修决胜千里，选角色了。刚才门口的一段最简单的完事了。同学们劝我玩这个什么鬼王啊？他有说明吗？玄神天象有没有什么说明？时装预览、表情预览、光照、基础角色。确定返回角色，体修，不是这里不直接缠个框出来，要把片放完才弹框吗？不是这里框的，哦，来了来了，这里可以偏，它就是主要偏输出的职业，然后速度也不错。它不是用几星来表示的，就是这个大小，对吧？这个圈越小，就表示它这个职业的相对应的属性就越低，圈越大，相应属性越高。偏攻防弱，速度不错，上手难易度是中等。控场给个60分，辅助防御应该20分，辅助30分这种。说是月卡游戏，我不是游戏推广员，我只是进来看看，同学们，很多问题我回答不了，你们自己看着办。感谢三个 OK 手势，谢谢刘师傅，谢谢头发好香，感谢子苗，谢谢阿过，谢谢抉择中的鱼和猪猪炸弹送的点亮，感谢阿维恩送的点亮。这是奶妈，一休，春暖什么狼，春暖狼环，就这样吧。输出还不错，防御拉满，辅助拉满，这职业肯定挺强的。要我说，这职业 PK 几乎是就是最强的职业了吧？我目前看了一下，但它控制比较差，是吧？一般满防满辅助的这种职业都是 PK 很凶残的。啊，这是我弄了个刺客，看不见眼睛的。这是阿大选的合欢宗啊，宗门叫什么？没说啊？哦，叫合欢，青云鬼王灵犀合欢，阿大最喜欢的合欢宗。攻击速度拉满，上手难易度估计给打了个70分左右吧，没有防，没有控，没有辅。那他和金云好像挺重合的，不是这种刺客职业没控制挺奇怪的。最后是个法师了，焚香是个法师，控制拉满，是这意思啊？这焚香怎么搞得有点楚留香的感觉我。没和尚，拿来和尚没有？没有满控制的职业。目前开放的五个职业当中，好像没有满控制的吧？法修、结火燎原、满攻防御尚可、
控斧都是60分左右。看看女法师，女法师，说实话，这个整个界面感觉确实有点剑灵的味儿。我的，能转吗？这个整个体系和剑灵的感觉挺像的。剑灵的法师就是拿了个飘了两个衣袖，手上拿了个像个火球一样的东西。哦，他的控也不是满的，就是坦克，这就是坦克。我想选个控制强一点的职业。其实说合欢好一点，合欢没控制的，练级估计挺不错的。打本到时候你连位置都进不去，没有奶妈，没有坦克，你连进本的位置都没有，就在外面，万一有个什么排队的排半天，我的。鬼王克八万，这里面好像没有那种卖数值的，他这游戏好像没卖数值的。哦，奶妈有一个是大奶妈，奶妈只有两个，女或者是女孩，估计同学们刚才没注意啊。我想玩个奶妈呀，我感觉奶妈 PK 应该挺厉害的。我个人感觉奶妈 PK 应该挺厉害的。这男的青云也挺帅的，白头发的，一白发。我玩奶妈了，同学们。对你来说操作是挺难的，学习。对你来说操作是挺难的，确实挺难的。我就玩个奶妈吧，我决定了，就这样了。我看完了，我决定玩个奶妈。哇塞，奶妈这时装卖爆了吧？但是他这衣袖不会飘的，这衣袖可，哎呦，这设计就在后面甩一甩，可以的，蛮取巧的，不能说偷懒。啊，属于取巧设计。我的有随机吗？最懒的捏人的有没有随机？随机表情开关，这是随机表情。发术重置所有表情预览，时装预览。啊，最早出来是这样的。那其实脸也不用捏，就换衣服就相当于换一个人了。同学们，你们看这逼真吗？我觉得这衣服挺逼真的。感谢 Yuki， 谢谢路遥，谢谢出尘，谢谢就是看看。就换衣服相当于换角色了。光照预览，表情预览，新手套装。选个短头发吧，中性一点。一定要自己捏的，不能随机的，随机估计内容太庞大了。多年不见，快让我仔细瞧瞧。哇，变化真大。一柄根骨，浩然道胎，面相闭月羞花。颜值有那个的了。这如果捏成其他的会，他会给你个什么评价？感谢初晨大帅哥老板送的一直陪伴你，谢谢ZZN送的点亮，感谢没事滑滑水。面向闭月羞花还不行啊？要倾国倾城吗？这捏脸有说法吧？捏得好属性会高一些，换一个试试。随机表情注定，那换一个头发试试。奶妈的发型要复杂一点，不能太简单，弄个双马尾的。
然后新手套装，然后那个身材稍微调整一下，身材稍微调整一下，稍微调整一下。好一个大腿开合，我的。感谢 CZN 恩子，谢谢大帅哥 CZN 恩子大老板送的一个保时捷。恩子什么意思？让我改鬼王吗？是这么个意思吗？鬼恩子想让我改鬼王是吗？足部大小，足尖足宽，朱颜看看有区别没有？柔情绰态，仙缘根气，仙缘根气加柔情绰态，对，是诛仙世界。我刚才捏的数据还在吗？不会要重捏了吧？啊，不会重捏。上臂粗细0.2，小臂粗细，不能太细了，太细了看着有点像病态了。我这太瘦了呀，这个不能太瘦的，0.2、0.3吧。又主演了，多年不见，快让我仔细瞧瞧。眉黛清什么？变化真大，我差点没认出。这什么字啊？这还有个是什么字啊？管他呢，就这样吧。玄机回归。CZN 冠名了，就叫 CZN 吧，角色名就叫 CZN 吧，给 CZN 冠名了。CZN 如果直接打出来是什么？我先看看啊。如果 CZN 直接打成汉化的话，它是什么？尊重你在找你，找着呢，站在那诅咒你，自作孽在这呢，坐在那在找你，阻止你，这只能组织内抓住你，坐着呢，照着你，住，那就照着你吧，照着你这名字可以。这只鸟追着你，总之呢，珍珠鸟。我现在看中两个名字啊，第一个叫照着你，第二个叫珍珠鸟。资助你赞助你，这不太好。这章呢，这咋弄？在这在哪儿？珍珠鸟吧，啊，就叫珍珠鸟吧。怎么变猪猪尿了？角色叫珍珠鸟吧，表字是什么意思啊？谢小白狐大水怪，感谢刘，谢谢小小电饭煲，谢谢抖音大 B 哥，感谢一五十二名。猪猪尿可还能行？生辰随便弄一个，8月8行吗？行不行？我自己点的，8月8吧。哦，有什么臭蛋居士？照着你呗，珍珠鸟照着你，表字照着你，姓名珍珠鸟，天人无问。心灵生辰录完啦，还要接受道心之问。
千丈。昨天地牢被爽了。一生所求志在何方？一生所求志在何方？云游八方，比较符合这个奶妈啊。访觅猎奇，云游八方。命有定数，时运多变，何为命数？问你何为命数？尽力施为，成败由天。且醉今朝，不管明日。命数之说，无稽之谈。我命由我，逆天改命。奶妈应该选一。人之为物，以情生灭，情归何处？哎呀，这游戏里面还真要，这游戏还难怪雪 C 喜欢玩这个，他要在这里面找女朋友，我的妈呀！原来雪 C 就喜欢玩这种神仙眷侣，携手天涯，胜友如云，论道观花，师门情重，一波相传，傲然独行，志在青天。咳咳，奶妈应该选个二。欲求大道，先寻其法，如何以悟法呢？何以悟法？抱元守一，玄妙自悟，红尘入世，体察众生，以悟入道，访师问友，指点迷津。红尘入世，体察众生。大道三千，一汝之见。天道在何？无为情罚我。这天道在何？无为是什么东西？我大道三千，一汝之见，都不太好。我觉得一二三四答案都不太好。那选个无为吧。感觉一二三四都不太好，无所屌味。最后是什么？叫什么？画出来叫什么来着？起水报啊！我随便乱选选看出的是什么东西啊？我选选一看是什么？刚刚选的是个起水报啊！我选选一看看。选出来是只豹子。肯定有变的。大道三千，一汝之见，天道在何？全选一是什么？全选一是舔狗吗？搂金狗。哇，选到搂金狗，我估计大概率会改的。全选一搂金狗一个。滑稽的哦，那狗还踏着舌头，这滑稽的，我的，这太滑稽了。我感谢板板车，谢谢雪衣皇帝，谢谢萨萨送的点亮。那狗舔着舌头，我的，还在那弄个大尾巴，我的，这谁顶得住？我的，适合 RC，RC 就全选一吧。碧水，这是什么？这字怎么读？碧水鱼吗？这是个狮子，就刚才那豹子吧。感觉一看到那个狗，我觉得那豹子也没什么了。本来感觉豹子有点瘦弱，你知道吧？但看到那只狗，我觉得没什么了。我觉得看到那个狗，我觉得那个豹子也挺好啊，那个豹子挺不错。我觉得那豹子挺不错。有麒麟的。就豹子吧，就豹子吧。我这选下来应该就是那只豹子，错不了了。速度加奶妈，很符合奶妈的这个，奶妈有速度，有治疗。
他好像人脸是定的，人脸是给你定下来的，你就换换发型什么就行了。天地不仁，这个设计也没什么问题。人脸捏太细了，没什么必要。上古神州，关键内容绝不可跳过。给你介绍一下游戏背景。背景什么上古？上古时代，魔神蚩尤为祸世间。寻得八件上古神器。然后要提到炎黄二帝了。伏龙鼎、玄火剑。皇帝拿八件神器。乾坤轮回盘、天机六人盘。炎帝是教人仙术吗？嗜血珠。开服了，十二点开的。关灵。组成八眼大阵，封印魔神蚩尤，拯救苍生。死后万年，神气散失，戾气蔓延，蚩尤力量大增。今天新开测的叫《诛仙世界》，游戏名。摘星楼客算大门公子归，正欲破局。还有一分钟，我去穿上袜子去。亲啊，公子归拼尽余力，联合修真宗门，勉强集齐四件神器，强化八眼大阵，暂时封住戾气蔓延。为世间延续生机。然而世间杀伐不断，戾气不止，魔神蚩尤终会卷土重来。目前游戏是要有账号测试资格才能测的啊，你要神州命途不能随便进的，和之前的燕云十六神一样，你得有就是抽中的这个测试账号，有资格的账号才能进游戏。玄机生，福清荡浊，四海有没有什么版权？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有版权也是游戏公司的事情，你不用操心这种事儿。谢谢 ZAK， 感谢 HH 与阿世老板送的比心透透。出来啦，你都看到了。月卡吧，应该是月卡。卡拉，喂，形象有异，画面呢？是心鬼偏离。我挑的最高画质变这样了，不动了。哦，卡住了，卡完了。哦，该不会是小鬼这几天一直念叨的嗜血珠吧？嗜血珠，莫非神器也有迹象？嘿嘿，这异象一卡之后，嘴巴对话都对不上了。然后你变成一颗球，他把你扔到那个了，扔到人界去了，扔到西南方草庙村，全拉到最高，优化有点小问题吗？西南方，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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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怎么回事啊兄弟？是猪呢？臭虫子，你跑不掉了。又卡住了，又要卡十秒啊。正好抓回去喂鸡。怎么拿到资格百度一下，我这里又不是官方给你发资格的，咱们这不是客服我的。哎哎，画面呢？画面呢？兄弟，姑娘不用慌张。这全调最高就变这样了吗？他原来提示我让我调的高性能，不动啦。游戏进得了吗？难怪默认给我调的是高性能，不是高画质。奥特F4重新进了，卡住不动了。它这里显示没卡住，但确实是卡住了。进去的时候好像不能调高画质。这里我都感觉有点卡，我的出这个东西的时候。谢谢吃素萝卜，感谢十七十七，谢谢苏州城茂春，感谢躺平咸鱼和 Proda 送的点亮。这刚才那地方优化有问题啊，
或者是什么 DLSS 造成的。哎呀，又得那个黑屏一下。免费试玩时间，它不是根据这个等级来的。好家伙，9小时之后，你这测试账号资格抽到9小时，现在是过了多少时间啊？好家伙，我先看能不能创角色，创角色不会现在就问我邀约卡吧？小凡，创角色得看这地方吗？不能直接跳过吗？创角色你得把前面的先全部看一遍，不然你创不了。哎，这个角色是9小时59分。哦，这个角色是9小时59分，上面这角色9小时38分。他认为我已经玩了22分钟了。哦，每个角色一个是单独算单独分开的，是这么个意思了。再看一个呢，也是张小凡。小凡，你醒了吗？对的，没错的。你换个职业，换个角色就那个。这个设计之前已经有曝光过了。这里应该不会再卡了吧？天地广阔辽阔，上哪儿找？29秒。嗯，臭虫子，你跑不掉了。咦，吃这么肥，正好抓回去喂鸡。你不是逗我吧？这虫子比你人还大，你抓回去喂鸡啊？这是治疗的新手村，叫什么画卷桃源。点击 tab 见雪慧。小虫子只是看起来凶狠，姑娘别怕。来了。啊，一是普通攻击，二三是方技能。蛮标准的那种仙侠风，蛮标准的。姑娘，你可有受伤？我略通医术。我估计这游戏应该比那个什么《王权与永恒》要好一点。小童没死，小童太高兴了。仙长，你真厉害！我要是有你这样强的师傅该多好。看来姑娘进来做别人师傅，不是拜师啊。是举手之劳而已。询问身份。姑娘身怀法术。哎呀呀，我忘了。哦，姑娘是。负责守护张大娘。询问蜈蚣。村子之前。询问嗜血猪。与嗜血猪有关。血红色的猪。我也是初出茅庐。就是网游呀，这就是个网游呀。快速移动。可以，这是第二次进不卡了。我想选个刺客，同学们。竟是摘星楼的人。我想换个刺客，看看物理攻击怎么样的。法术攻击我看过了。师傅，怎么了？难不成是错觉？我想看他物理攻击是什么样的。趁现在不需要充卡，人物可以瞧一瞧的。我说实话，物理引擎真的比那个夜云十六声是要好的。夜云十六声物理引擎还是有不少问题的。师傅，你不说下小童？哎，小童，有个坏丫头朝向小童修为，没有一个。抱歉，小童，
血海无涯。师父，小童可是草庙村卫队的副队长。这上来的衣服是我自己选的吗？还是新手村是这个衣服？应该不是我选的，我刚才选的不是这衣服，我想起来了。师父，求你了，教小童法术吧。士兵救人的法术倒可传授一二。我这腿是不是挺像两个竹竿的？我的，你要说腿太细了，好像我这腿是挺像两个竹竿的。这么一说，确实有这么个问题。我的。小童的画作必定不凡。师傅，前面有好多蜈蚣。蜈蚣？哪里有蜈蚣呢？师傅，小童不，周围毫无异。小童有玄机筒。玄机筒？哎，也没有水。沐浴在小童的灵力中，世界开始变得不同了。师傅，睁开眼睛吧。开局捡个小跟班。你看，那全是臭蜈蚣。师傅，他们冲过来了。哦，三是加血。一二是攻击，二一是没有 CD 的，二是有 CD 的。二目前是个范围输出。一这个加血加一下能回满啊，能回满。还可以。幸好小童双瞳玄妙，否则。但是治疗的那个技能冷却时间挺长的，好像有一分半。我这么可爱的徒弟答应了了，就当是个小跟班小宠物了。我刚才就想升到二级看一下的，升到二级了，选择角色。我先看那物理输出怎么样，我来进去看一下。直接跳过，跳过卡多久？我卡不动了。喂，我还在吗？一二三三二一。哎呦，我以为我人没了。我的。小凡，一定。听早先带他说等你也醒了。小凡，我听见你又是呼喊，又是痛哭，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嗯，我。那次到啥时候？我不知道啊。有知道的同学说一下呗。然后就惊醒了。青雨。谢谢 Elfly 刘白和超级马送的点亮，感谢昵称你虫之神经东西和天敌号送的点亮。青雨，村里人一定还有人活着，你说对不对？选人的时候门口就在重来呀、啊。做了一场吗？对不对？说测试十天啊，我看 CDN 说的测试十天。白云商，宋先生在那儿。我师傅等我回去呢，我先走了。文敏是吗？宋先生跟文敏之前在聊。当时失衡。几位师尊要见。对，每次进角色，每次你要那个进游戏的话，就得把门口的那个新手流程走一遍。服下后，怎么感觉天旋地转的？小凡，仙人的丹药如何会有问题？分明是你我肉体凡躯，经不住这药丸。你说的有道理。啊，以前在山下，仰着脖子看青云山，怎么也看不到头。人家没做的一坨答辩，你非要说他是一坨答辩，你这他又没坑你是不是？仙长不，青云子后来青叶确实不是一坨答辩，便是你们这一片，肯定是投入了不少开发经费的。再往后看看，你这还没看你就说他是一坨答辩，你是不是玩的同类游戏，然后对他很不满，是这意思吧？没有做的一坨答辩呀。月卡充值之后可以绑定公测玩家，你充了钱他肯定得让你进游戏啊。你拿到测试资格了，然后你充了钱他必须得让你进游戏，不然你这不是变成消费诈骗了吗？灵尊是千年前我派青叶祖师收服的上古异兽，名叫水麒麟，
当年青叶祖时光大清，不是道具收费你要喷他，他现在月卡收费你先不着急喷嘛，先看一看再说嘛。他如果月卡收费里面还有什么卖属性数值的，那再喷也来得及吧。选角色必须得把这个一开始的流程都走一遍，你要选角色的话必须要把门口的流程走一遍。可是他明明被打跑了。过了太极广场便是玉清殿。刚才不是有人说月卡四十二吗？月卡四十二的话这收费不算高的呀，你玩个魔兽世界的那个亚服月卡要一百二呢，如果月卡四十二收费不算高的。哎，前面发生了什么？王二叔，王二叔，是你吗？主要是你人物设计弄得跟夜云十六声一样，你的电脑不一定带得动啊。我这画面为什么一直有闪屏啊？好奇怪啊。对了，现在是最高画质了。过来说话，莫要伤心了。给我点钱就硬舔，你给得起吗，小兄弟？滑稽是蛮滑稽的，我青云长。他老人家道号，私下告诉你们的遭，沿着这条，那就多。人家随友借我个测试资格，你在这儿胡言乱语，我。你给得起吗？御君殿里还会有其他乡亲吗？我不知道，小凡。但是。从哪拽出来的滑稽片演员，你真是滑稽的不得了的。青云的真人们能够为我们讨个公道，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会来到仙人们住的地方。青云，我想回家。小凡别怕，无论如何我都会陪着你。这门口这流程要走的，没办法，不然不走选不了新角色。什么配置能开最高我不知道啊，我这只是水友给号借测试号借我用用进来看看而已，什么配置能开什么状态我不知道。游戏不是我做的，我也不是客服，好吧，我只实话实说，关键内容不可跳过，只能对话。是啊，是小姐，是你回避后，我也哎，那是这俩。小师弟，小师弟醒醒，出来了。关宋大人发生了什么？想必你很疑惑。这可以插掉吗？啊，必须要对话。想必你很疑惑吧。测试号多少钱能买到我也不知道。别担心，就这样了，不知道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同学们，现已拜入龙首峰苍松师叔门下，你二人都为青云弟子，将来总有机会相见的。是做的还可以，没有做的一塌糊涂呀，中肯一点，实话实说，对吧？是，大人，弟子领命。不过弄个近战进去看看，这个近战打起来手感怎么样？小师弟，大师兄，一家人。嗯，小师弟，基础配置是啥？百度一下。世人西风美风，这一座山，是神仙，这有何不可？大除我以外，杜必杜，本来嘛，正好师弟。大师兄，好，网游网游，诛仙世界纯粹是个网游。感谢爱吃萝卜喵小改改送的点亮，谢谢夜空送的点亮。都跳过这里，选人了。开头大概需要个三五分钟，算五分钟吧。进去之后过五分钟才能选那个选职业。这个青云登场做的还是蛮帅的，标配。玩个合欢刺客进去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哎呦，这大红唇子，我的。这个不像刺客的味道，基础这个是蛮有刺客的味道的，但是这一遮又有点中性化，我的感觉稍微有点中性化了。
这个太妖艳，他奶奶个腿的倒是蛮难伺候的。这个感觉像反派吧，这大红唇，随机表情注视，基础这里好像是不能调的吧？镜头远近，能调吗？这个？只有模板的基础和预设的。束发的开关，哦，头发扎起来。注视，这是不注视的，对，盯着边上看的，这个是注视玩家视角。随机表情会换各种表情的样子。五官有捏的了，这有捏五官的。有随机吗？有。头发几种？头发下面还有是吧？我是懒得捏五官了，弄个比较适合刺客的吧。啊，这个还可以，这个没全遮住。但是默认刺客的头发也还不差哦。再换换基础的，我觉得这个 长头发挺不错的，这个黑长头发挺不错的。眼睛再换一换，稍微拉远点。他怎么没有刚才那张脸加上这个头发呢？这个脸太圆了，奶奶个腿儿的。这为啥没有之前那个基础头发呀？不过这后面估计又出一大堆时装，这像法丝儿的，还是换这个吧。随机再调两下，眼睛再随机调一下。太大，太靠中间，太死相了。啊，这个可以，就这个。这个是不是分得太开了？眼睛的距离没有分得太开，挺正常。我就挑，他奶奶个腿的，我就挑，我就挑，你说我就挑。我反骨仔我就挑，你越说我越挑，我挑个黑眼睛。颜色在哪？没有颜色的吗？只能是这个色吗？位移左右，嘴唇鼻子眉毛眼睛，颜色呢？为什么不能调颜色啊？开关随机重置当前页。眼睛颜色为什么不能调呀？在妆容里面，坏了，我调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那个的颜色，这不让调眼睛颜色是什么鬼？眼妆。美瞳啊，美瞳，对了吧，有颜色吗？也没有颜色的，总得有个颜色吧。这什么万花镜啊，蝴蝶眼啊。就正常点吧好了。为什么没黑色的？还不能太黑，弄个褐色。眼珠子是不是太大了？完了，就这样了，不调了。多年不见，快让我仔细瞧瞧。哇，变化真大。绘制蓝星，圣体倒胎。完了，我又变回来了吗？我刚才调的眼睛呢？出事了。
糟了，我又变回来了嘛。哎，我前面调的人呢？我想换个衣服，重置当前夜。原来搞了半天还戴眼罩的。哦，这就是给刺客配的一个戴眼罩的衣服。把血字稍微调整一下。好了，出发了。出发啊，出发，直接出发。多年不见，快让我仔细瞧瞧。哇，变化真大，我差点没认出来你。玄机回归摘星楼，要先把姓名重新登记在册哦。有没有冠名的？就叫萝卜喵吧，正好看到小改改名字了，就叫个萝卜喵算了，反正名字也无所谓。表字叫什么？表字，这表字怎么读着读着感觉变成婊子了？有点不太好，这有点不太好。出发。心灵生辰录完啦，还要接受道心之问的考教，千万不要。这么一看额头又太高了，管他呢，先去下去打打看，不行就删了也行。如一生所求志在何方？我是个刺客，除妖降魔，名扬四海。我是个刺客，傲世无敌。刺客要有刺客的味道，傲世群雄，天下无敌。降妖除魔，名扬四海，刺客应该选哪个？刺客选一吧，把自己当成刺客带路一点。感谢三井，谢谢蓝木淼淼。刺客命数之说，无稽之谈。刺客肯定不相信命运。傲然独行，志在青天。欲求大道，先寻其法，汝何以悟法？一五路道，超凡入圣。大道三千，以汝之见，天道在何？刺客突出一个法字，不会是龙吧？一二三三二一，我回来了吗？赶紧去看看吧。我又好了是吧？我的天哪，给我设备断没了我。什么对话？不需要对话，直接落地。对话他妈卡，给我人卡没了我。啊，新手村是一样的。不是，我这什么兵器啊，兄弟？这兵器给我看傻了呀！绝情攻击目标，造成伤害并听录夜像。
这不是，不会是邪恶打击加刺骨，加那个剔骨吧？小丫头呆呆的，嘿，这脸不行，说实话，这脸没刚才做的好。小丫头负责守护着你的血红心，我一个人自在。我这就俩技能吧，不是，这里玩的有一股剑灵的味儿，有一股子剑灵味儿。第十五，这你就不懂了，这种游戏有很多目标用户的。小童可是草庙尊卫队的副队长。这种游戏是有很多目标用户的，像雪 C 这种，他不喜欢玩魔兽世界画面风格的，他就喜欢玩这种。求你了，教小童法术吧。不教。哦，有个600体力，我看到了。师傅，跑步的时候有个600体力。很多很多。不要。剑灵肯定凉了，剑灵凉的不能再凉了，被策划搞得已经。没有活路了。不信，哪有？师傅，小童不好。小童有玄机桶，也没有。就纯粹的网游呀，这就纯粹的网游。师傅，睁开眼睛吧。他这攻击倒是范围的三四十，二就是剔骨，这二应该就是剔骨，攻击目标造成伤害并推进月相。半月斩，第四段命中后强化绝情，恢复月能，推进月相。下面就是那个条了。目标身后发起绝情，造成额外伤害。小呆子，你这玄机瞳还不是信好友？网游嘛就是这样的呀，这就叫网游呀。是信好友。你网游你还要找老头还玩？说，多谢合欢派的师傅的药也好。啥时候公测找官方去问？这里问一个不知道，网游不就是这样的呀？师傅，你看，到了。不行了，我这人物选的太失败了，我要试试那鬼王和那个了。我先全部试一下。这里就是草庙村。我要换人了，我这角色我感觉建模太失败了，我这是我选的太失败了。刚才那个奶妈还是挺好看的，奶妈看上去还是不错。我这刺客被我选失败了，刺客被我选失败了。我这发型选的不好，感觉奶妈不错。我要掏个坦克看看技能。我现在玩下来，我感觉奶妈体验还可以。我的第三个号又登场了，感谢王涛涛和无关，已经是最大了，刚才那角色已经搞成最大了，不能再大了，已经是最最大了。青雨，小凡，一定，听早先他说等你也醒。小凡，我听见你又是呼喊，又是选个男的白发剑客试试啊？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我一闭上眼，便是那个景象，然后就惊醒了。青雨，你呢？我完全睡不着。青雨，村里人一定还有人。不能选男的，选不选男的？选个男的看看。我们只是做了一场梦，对不对？有 loading 的，没有无分地图，有 loading 的。
有毒盘的。行，宋先生在那儿。我师傅等我回去呢，我先走了。对，这是个纯粹的网游。我们闵师妹，你们怎么？当时是恒帝，几位师尊要不用选男的了，男的看不了一点。嗯，啊，要吃药，他让我吃药。这仙丹服下后，怎么感觉天旋地转的？小凡，这游戏目前应该算是内测的，不算公测，应该算是内测游戏。是你我肉体凡躯，因为他必须有测试资格你才能玩，没测试资格你玩不了。以前在山下，仰着脖子看青云山，怎么也看不到头。宋县长，这青云山到底有多高啊？男的能调胸肌大小的呀，肯定能调的呀。青云子后来青大阵，便是你们这一片都100%能调，是一个纯粹网游呀，人家就是个很纯粹的网游。初见仙境，不是你这话说的，到时候你真的想玩这个游戏，你进去选个女的，然后做人妖啊。你不得选个男的然后在里面找女角色吗？你不希望自己到时候在里面看到的所有女角色都跟你一样是个男人吧，背后屏幕后面是个抠脚大汉吧。啊，边抠脚边抠脚边喊键盘，老公我要那个时装。林尊，你不希望你到时候在里面遇到都是这种人吧。名叫水麒麟，当年青叶子时光大清，这种网游嘛，你该选男的总会选男的咯。那本来不排除你本来就是个就是个 NT 对吧，你要是个 NT 的话那没办法，你确实应该选个女儿的。这个叫多习潇洒的，他说他可以喊别人老公一个，这有你的，你现在就暴露了，自爆是吧，你个铁男童。你不选有别人选，我的妈，好好好，这种仙侠类游戏里面妹子不应该就是妹子吗？不可能，小姐姐玩 男角色，我不信，我不信。哦，就是反过来的，男的玩女的，女的玩男的，不妨碍你们结婚，不妨碍你们在游戏里办婚礼是吧？孩子们，过来说话。还有这种事情的，是我青云，他老人家私下告诉你们的遭遇，沿着这条路，那就多谢宋大哥。应该有预见的吧？我看他有预见的，我看他里面宣传里面做了有预见。预见应该是有的，毕竟是个仙侠游戏，直接预见飞行。那第一个那个叫什么青云的角色出场的时候不就是预见飞行吗？有小改改玩男角色，专门找小另外的小姐姐结婚，好好好，他奶奶个腿的，乱套了。你要正大光明的玩女角色是可以的，你就玩刚才那奶妈，因为那奶妈只有女性角色跟女童两个，没有其他的。正大光明的玩，别人到时候问起来说你这个人妖，你玩个女性角色，然后你就回答他，没办法，我喜欢玩治疗啊，但是这个奶妈只有女角色啊，对不对？一打正大光明的回答他，然后看到有大款了就直接上去，老公我看中这个时装了，能不能给我买一下？哎呦我的天哪，他好像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了。不是，他这是选人物，选人物就是这样。师弟，大人，弟子领命。不过师父找我，这里不是，这里还没到正式呢，这里还没到游戏呢。小师弟，大师兄，一家人。嗯，小师弟，神仙，这有何不可？
佛以外，杜必杜。本来嘛，正好是个。我现在目标是准备玩那个治疗了。我现在打算玩那个治疗，反正没有难治疗。大师兄，好。青云门规，凡我弟子修。这人物一开始走个流程也无可厚非，这没什么太大问题。我并没有决定长期玩这个游戏，同学们，我就是进去看一看啊。这个女侠客太标志了，这个有点，这个头发比较适合，这个发型比较适合鬼王。鬼王这袍子蛮帅的，鬼王这大袍子搞得挺帅哦。这个好像也挺适合的，但是这个比较清秀啊。这鬼王一看就是那种比较霸气的职业，霸气侧漏啊。这个发型也比较适合鬼王。脸就不捏了吧，他本来的脸弄得可以。哪两个发型再整理一下，二选一。原本的发型不行，一塌糊涂，肯定不要。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就这两个了。这两个发型都比较适合鬼王。这个有点像那种赵云的风格，英姿飒爽。这个是冷淡风。头上的小辫子扎起来，选下面那个，这个，就这个呀，这个比较符合鬼王的气质呀，这一看就比较很符合他的气质。哪个是马尾的？就这个吧，这个不是马尾吧？这就头发扎起来的样子。对啊，这个气势比较好，时装。啊，这时装就没有鬼王的感觉了，就这个时装。那这个时装是不是包括头发的？这种都不是了，这种都是法系的了。驻颜。多年不见，快让我仔细瞧瞧。哎，选错了，选错了，是上面那个。驻颜。多年不见，快让我仔细瞧瞧。他怎么笑起来感觉很邪啊？那种。真的，我差点没认出来你。目秀神清，上清健体。这笑起来怎么感觉眼睛很斜？我的啊，就这样吧，反正进去看那个。鬼王是反派的，选好了，选个六月六号吧，出发。什么名字？牛牛公主都什么名字？我千万不要糊弄啊！瞎搞，同学们瞎搞。红尘千丈，这次争取选条龙出来啊！降妖除魔，名扬四海，争取选条龙出来。何为命数？我命由我逆天改命。人之为物，以情生命，如情归何处？师门情重，一波相传，这应该不对啊。胜有如云，观道如花，论道观花也不对。神仙眷侣，邪有天涯也不对。傲然独行，志在天涯，志在青天。这个没选过，选个三试试吧。选个三试试。没选过的都选一遍。一汝之间，
啊，我也可以吧。这笔杆的，哎，这叫笔杆吗？这好像和那个挺符合的，敢看着好像和这个鬼王应该挺匹配的。感谢风云菜，谢谢派克，谢谢印度爬火车，感谢马克思威尔，谢谢五块三毛和白洛送的加油呀。他的眼睛太斜了，尤其是笑容的时候，那眼睛斜得不得了。天地不仁，不用听了，还是第一个奶妈捏的最好。目前看下来，我感觉奶妈捏的最好。技能看一下，大砍刀。这攻击范围有点爽的，大惊小怪。攻击范围有点爽，我的。蝶刃攻击最多造成三成，并恢复魔性，在伤害技能后释放可以直接进行三段攻击。冠心刺对前方直接敌人造成伤害，命中后增加魔性，减速敌人。断金吧，这是。短暂蓄力后对周围敌人造成伤害，在伤害技能后释放能够跳过蓄力。鬼斩夺命，我玩奶妈了，同学们，还是玩鬼王。刺客我应该是先不玩了。慢着，这诛仙世界新出的网络游戏，没有啊，这新出的大家都没看过，进来看看呀，滔搏新游戏啊。师傅，你等等小童嘛，再看看拿剑呢，看都看了，全部看看完，那再看看。我也想看看，我拿剑的想选个一白发感受一下。你看 RC 出来了， RC 说要刷世界大喇叭里面找妹子，你看你笨的 RC， 我的小凡，还是刷世界大喇叭找妹子一个，你看你笨的，你这种人最容易被乱凯，我的。一看你就是大凯子，你上来就怕没告诉别人我是大凯子，快来骗我，我的。听早先带他说等你也行。小凡，我听见你又是呼喊又是痛哭，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我一闭上眼，便是那个景。跳过跳不了，没办法，一开始跳不了，一开始张小凡这五分钟你就得花下去，没办法。我完全睡不着。青雨，村里人一定还有人活着。对，每次见号都得来一遍。我们只是做了一场梦，对不对？五分钟不到，超过三分钟。宋先生在那儿，我师父等我回去呢，我先走了。哎，文敏师妹，这青云应该就是和他们穿着一样的吧？几位师尊，对，我刚才说很多设计跟剑灵一样，有这种感觉，像是剑灵加山口山的那个整合体。小凡，但是没玩到后面，现在说也是稍微有点为时过早了。肉体凡躯，经不住这药丸。你说的有道理，以前在山下，但其实我回忆起来啊，剑灵是有打击反馈的。他目前这个游戏，至少目前来说，这款游戏是没有打击反馈的。我回忆了一下，同学们，你们回想起来，剑灵是不是有打击反馈的？就是打上去，通通砰砰通通的，然后 PK 的时候更是很直接。他这游戏目前看起来是没有打击反馈，就打上去像打在纸上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出来数字。永劫无间
也是有打击反馈的，永劫无间有很强烈的打击反馈的。诛仙世界是个网络游戏，它是个纯粹的网络游戏。青叶祖师收服的上古异兽名叫水麒麟，当年青叶祖师光打剑灵不就毁在那个运营上面吗？他是出过大礼，公司运营的时候剑灵就毁掉了。他是我们之前都不错的，竟称为灵尊。上古异兽，怪不得灵尊这么神奇啊。青云，你说之前出现在村里的七尾蜈蚣，永劫无间不是网络游戏啊？那个嗜血的大蜈蚣，说不定村里的事和他有关。哎，可是他明明被打跑了。过了太极广场，永劫无间就是个武侠吃鸡游戏，他跟网游没关系的。哎，但是网游如果以永劫无间为底子的话，也未尝不可。哎，前面发生了什么事？这里跳过不了，这里要对话。谢谢大头鱼、一个大舅子和生活大紧缩，还有多魔送的点亮。莫要伤心了，关键内容不可跳过，八秒。我刚才见了角色，我本来准备开套了，有几个兄弟说再看看那个青云是什么样的。宋大哥，因为可能绝大部分同学没有这个账号资格，他想看看角色，然后看完了之后对最初的一个入场角色有个认识，这样方便他到时候，如果他到时候公测完的话，他进场直接选个角色冲起来了。我没玩过九阴真经，我听说过九阴真经，但是我没玩过。我玩过。三档，你不上班去了吗？你该上班了。我玩过，那游戏其实挺厉害的，就是那个时候，就蜗牛弄的，自由度蛮高的，很高。感谢伟伟送的点亮。对啊，燕云不是那时候说是九阴的那个工作室做的那个吗？可怜的孩子，燕云绝对不是网游，100%不是网游。要直接说的话，燕云可以是武侠原神的强化版啊，算是武侠原神强化版。小师弟，反正燕云出了我是必玩的啊。燕云如果出正式版，我必玩。这里是大主。想必你很牛，燕云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别担心，那游戏出了我100%必玩。安排现已拜入龙首。这个正式版出了玩不玩？现在没办法决定。都为青云弟子，我只能说五五开啊！我得看看后面的东西怎么样。现在这款游戏在我心目当中玩不玩就是五五开，只能是对半分。但是我同意灵神跟巧乐兹说的，这游戏如果开服的话，一开始搬砖应该是不错的。呆头呆脑。大人，弟子领命。不过师父，早坐。是。小师大师兄，天涯明月刀策划给你随便测一下，你就5万、8万、10万进去了。小汽车帮你交了。西风、美风，这一座山，神仙，这有何不可？大除我以外，你可以自己换的。鼠标控制走位，键盘控制走位，你可以自己换的。进游戏的时候应该能换的。好。操作模式应该可以自己换的。第一条。凡我弟子，不是网络游戏用鼠标控制走位，你不觉得很难受吗，同学？我觉得挺难受的。网游如果用鼠标控制走位，我会觉得特别难受。本来就是这种风格的，线下风格就是这样。什么逆水寒啊、天涯明月刀啊，都是这种风格的。能选男的吗？主要这个男的白头发蛮帅的，不知道进去怎么样。这个确实做的蛮帅的，进去看看啊。这边怎么不是白头发啦？不要了，那不要了，不是白头发不要了。我是玩女剑客还是女法师啊，同学们？我看看这长什么样，他，这有点呆毛的感觉嘛。哇塞，这两头发弄得不错，但是这表情怎么看着跟大呆毛一样？
这个比较像女法师。哎，就这，就刚才那个，这个比较像女法师，我的。你别说，这个衣服倒还挺有那种异域风格的。女法师所有衣服都能驾驭。女剑客看一下啊，女剑客再看一下。哎呀，这基础的女剑客，进来第一眼感觉很差呀。他默认的这个脸我不认可，换换脸看看。女剑客感觉有点呆我的，有点呆。有点呆，女剑客有点呆，就这个吧。高冷风，青云女剑客，像道姑，你知道吧？像道姑，像道姑。这种都是法系的，这衣服真的像，特别像道姑。怎么说，进去看看技能还是玩法师？其他都看过了，其他号我都见完了，什么刺客啊，治疗啊，坦克啊，坦克战士我都见好了。这就适合这个单马尾，挺适合的。看法师还是看这个？青云是道士啊，右边这么多选项都调过了呀。这是换头发，换五官，换妆容，都看过了。那我进去看看啦。他刚才换了个发型是吧？脸型没换，脸型是这个是基础的，这个脸型真丑做的。你别说，这个换发型还是能接受的。那进去看看了啊。多年不见，快让我仔细瞧瞧。端立冠绝，烛照幽幽影。这个可以的，这个弄得还行的，这青云。回归摘星楼，要先把姓名重新登记在册哦。要登记姓名啦。不能叫道狗吧，道狗不太好。李莫愁应该是什么大师来着？是他说的吧？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是李莫愁说的吧？绝情师太啊，赤练仙子，哈哈哈哈哈。是他说的呀，好像。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啊，是他说的呀。来个五月五号，出发。姓名生辰录完了。应该是灭绝师太，但灭绝师太太丑了。千万不要糊弄啊！红尘千丈，汝一生所求，志在何方？斩妖除魔，道士总会斩妖除魔的。周海媚不是演灭绝师太的吧？周海媚演的是周芷若呀，别混呀，同学。周海媚演的是那个周芷若，你这没看过，胡说八道这。周海他演过灭绝师太，也演过那个。
灭绝师太和那个他都演过吗？狐狸，行吧。新版是灭绝师太，老版是周芷若。那我混了，对不起，是我混了。感谢 Skyline， 谢谢珊珊，谢谢狂风之力，谢谢东阳君送的点亮。感谢我是个蛋卷，谢谢快乐会传染，感谢四幺二 AA。这脸还行，脸看着还可以，进去就换新手装了吧。天地不仁，我还是对一开始的那个奶妈最满意。小童要照顾张大娘家的母猪，林大伯的老黄牛和麾下他的老母鸡，还要守护小凡和鲸鱼。这普通攻击是这样的，怎么感觉比其他职业都炫酷多了？请姑娘稍安勿躁。使用剑气攻击目标，造成一次伤害，恢复真气值。发射多个剑气攻击敌人，造成三次伤害。在目标区域出一把巨剑。对啊，他这个青云的特效感觉比其他的要强很多啊。姑娘，可有受伤？姑娘如何？好，负责手。真的感觉比其他的要炫酷很多。动作模式，利用准心选择目标，鼠标左右键释放技能，点 Ctrl 呼出这个。肯定普通模式。跑起来也是一种道士的味道，站着的时候也是道士的那个手法，那个指法。师傅，你就收下小童。诛仙唯一指定亲儿子加亲女儿门派青云。师傅，好一个唯一指定了。你不会，没有在下偶然。师傅，小童可是草庙村卫队的副队长，你就收下。这样跑起来真的很有道士的感觉。不行。就武当那种武侠片里面武当派的弟子出来的时候都是这样，一个手他在前面这样跑，走路是这样甩的，走路是剑灵的那种走路的姿势。师傅，前面有好多武功。他一开始的主线剧情不都是青云门里面的人吗？全都是。师傅，姑娘何处？小东，那是什么神？我还没怎么套，我得套到后面才知道完不完。我马上要去银行了。师傅，睁开眼睛吧，你看。我等会得出个门我。哎，这画面效果比那也强太多了，我的。但他怎么搞得有点像是个远程这种感觉？就是一技能有点那个。伤害也比较高啊，这搞了半天是个远程的，有点过分啊。这近战职业不是被他乱耍，要是打起架来的话，虽不是小，事情好，拒绝他怎么样？小童，不快不快，反师傅拒绝也没用，他就认定是师傅了，拒绝也没用。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物理引擎也挺正常的，就是打击反馈这个东西。师傅你看，坏了，刚才测研一看，眼睛一闭不太合理，我的。这里就是聊天频道都在找奶妈，我玩奶妈了。是小童回来了，嗨，林霞。奶妈玩起来我。不是公厕，他现在不是公厕。来二叔家吃晚饭。感谢陈二狗和小白号送的点亮，谢谢睡觉贴壁子和东阳君送的点亮，感谢珊珊和狂风之力送的点亮。再瞧一瞧法师啊，不是朋友了，是师傅。看都看了，最后再看一眼。此
最初淳朴，我就喜欢玩最混最吃香的奶妈。那当然了，小红很喜欢这里。嘿，小红，激活码是抽到的，不是花钱买的，花钱买的激活码不合理啊。啊，这就是一开始那俩臭蛋，胆小鬼，张小凡和林金宇。看完法师我去银行，就这样回来再说。我的技能最炫酷的就是这个青云门了，类似于道士。各方面我觉得都算做的中规中矩吧，我感觉各方面做的都算中规中矩。如果雪C要玩这种什么仙侠类游戏的话，我还推荐他玩这一个。看选人画面吧，这是奶妈，挺好的，我觉得奶妈画面挺好的。这个是刺客，刺客发型没选好，然后这个是鬼王，就是坦克。啊，青云和青云的画面给的是好一点。法师就是法师，等我进去看了才知道，法师应该还不错。小凡，你醒了吗？出门，职业全部拉满。这游戏还开40人团本啊！这我没想到，开40人团本我没想到。青云的招式弄的就比其他的招式都炫酷，明显要炫酷。听早先他说等你也醒，小凡，我听见你又是呼喊，又是痛哭，你是不是做噩梦了？嗯，我一闭上眼，便是那个景象。然后就惊醒了。青云，你呢？他这种跳其实也没什么，因为你玩仙侠类游戏不能跳得很低的。魔兽世界他确实做的像真人跳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有种魔性，你跳的时候就想一直来回跳。我宋先生在那儿。仙侠类游戏这样跳也无可厚非吧。我先走了。我问你，你们醒了？很像《仙剑奇侠传七》，不太像。这个确实不太像。这仙丹服下后，怎么感觉天旋地转的？对，不玩魔兽世界的朋友，不理解这种跳的感觉。这个跳确实是玩魔兽世界的才能。你说的有道理。才能有切身的这种体会。我以前在山下，仰着脖子看青云山。是去银行几点回来？我不知道，我得去个银行，我得去一下。这青云山到底有多高？不能给银行的那个行长给他放那个放鸽子不太好。青云后来青大阵便是你们。我开电瓶车去去就来，估计也就10分钟吧。画面调到最高了，已经。我调到最高了，我在4090显卡调的最高的。哪个公司运营？运营的公司叫完美世界，对吧？是叫完美世界吧？说到完美世界，我就记得那首歌，那时候出了那首歌，经常能听到，好像是水木年华唱的。那歌里面是不是还有李健呢？我派青叶祖师收服的上古异兽，名叫水麒麟。当年青叶祖师光大青云，想要游戏名是叫《诛仙世界》，如今。啊，那就叫完美世界主题曲，对吧？镇山灵兽，哒哒哒，什么 In the Perfect World？ 我的灵尊这么神奇啊！青云，你说之前出现在村里的七尾蜈蚣，是不是也是什么异兽？那个嗜血的大蜈蚣，说不定村里的事和他有关。啊，可是他明明被打跑了。过了太极广场，便是玉清殿。据说游戏目前的收费模式是月卡加上那个通行证战令这种，目前玩家是相信他的，不会商城直接给你卖什么数值道具这些。逆水寒就是把玩家给坑了，然后玩家就退坑了。逆水寒说好点卡收费的，跑进去又有商城又有点卡，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孩子们过来说话，莫要伤心了。月卡如果定价42的话，可以吧？
42月卡定价真不贵了。是我青云，他老人家私下告诉你们的遭遇，沿着这条路，那就多谢宋大。顺便去银行吃个饭去吧。完美的游戏我玩过一个是时间比较长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哎，我又忘了，那手游叫什么来着，他弄的那个手游，我老是把那名字给忘了，游戏107个G，蛮大的。不是，它两个字的，那手游是两个字的，是那种科技风一样的。换塔换塔，我这换塔被坑了。换塔一开始刻的角色，每次出新角色前面角色就废掉，然后我就直接弃坑了，我受不了了。换塔被坑了不少，早知道还不如玩原神呢。最后一个角色，我把所有角色都打开看一遍。小师弟，这波是最后一个角色了。小师弟，醒醒！宋大哥，这里是大主，大，想必你很……大师兄，鲸羽他怎么样了？别担心，我就决定玩奶妈了，应该是。我先看那个法师怎么样啊？现已败入。目前所有角色测试下来，我应该大概率是玩奶妈。两人都为青云弟子，将来总有机会相见的。之前的那个燕云十六神103G。这个诛仙世界107个G，我的天！小师弟，快向师傅行礼。带头。还好在现在网，现在这个下载速度大家也提升了，100多个G也不是接受不了。是。换了以前那小水管，估计真的下3天3夜我。大师兄，一家人。嗯，小师弟，西风、美风，这一座山。这个游戏目前的优化，我看了一下评论，已经是被吐槽的很严重了。除我以外。有好多什么报错啊、卡死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师兄，好。青云门规第一条。我这里你现在看着比较流畅，是因为我前面报错卡死都出过了，出过了之后现在好像不出了，再加上我都是跳过，再加上我这电脑是顶配的，我这电脑是顶配中的顶配了。游戏没有公测，需要有那个测试账号才能游玩。来，最后一个法师。法师登场是走上来，走这个剑上来。但女法师看着确实是用那个用法球的，法球上带个飘带。选个合理一点的法师妹子。选个发，换个发型吧，这里应该有合理点的发型吧。法师的基础发型是啥来着？是那个呆毛。法师基础发型是那呆毛，这应该算是特色发型了。当前显示包含，哦，他这个呆毛是有时装的，他说了这个呆毛是有时装效果的，这呆毛有时装效果，那就选这个吧。衣服刚才也看过了，出发了。快让我仔细瞧瞧。龙精凤颈，太阴之躯。玄机回归摘星楼，要先把。但是他那个长的双马尾，双马尾是，应该是商城的服装。女法师叫什么来着？一时之间没想好啊，女法师。冰法叫吉安娜，火法叫安吉娜吧。好一个开心的奶水，我的天哪！
就一月一号吧。心灵生辰录完了，还要接受道心之问的考教，千万不要糊弄啊！红尘千丈，如一生所求，志在何方？选线没选过的，看他出来是个啥。且罪今朝不管明日没选过，以情生命。这波选一些基本上没选过的东西啊。一波相传。欲求大道，先寻其方。都选一些没选过的。红尘路是抱元首以访师问友。大道三千，以汝之。不是要激活吗？你的账号必须得抽中那个测试资格，不然你玩不了。你的账号必须有抽中这个测试资格，最后选一个我吧，看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可以，一火蛇，我觉得挺合理。有法师的感觉，必须得抽中一个测试资格，然后你还有什么就是下载之前还要搞什么人脸验证之类的东西。看着挺像法师的，还 OK。赶紧去看看吧。第几次我不知道，反正这是我玩的第一次，我是第一次玩这个，之前没玩。天地不仁。玩过的同学说比之前的好。这客户端比较大，目前看起来优化是有问题的。小童要照顾张大娘家的母猪。哎，你看看，这和刚才那道士是一码事儿吗？这和刚才那道士是一码事吗？那道士真的是亲女儿啊，亲闺女啊。看技能，火箭攻击敌人造成法术伤害，火焰冲击敌人，御火诀不就火冲吗？施法之后火冲，瞬间燃爆敌人。背后装的是个什么东西？是把剑啊？是个大剑鞘吗？法师的特效做的可能是最后再做的。姑娘，再抽把蜈蚣试试。现在播出的游戏名叫《诛仙世界》。神仙，负责手。准备去银行了。再搓一把，然后去银行。焚香谷。师傅，你等等小童嘛。道士画面效果做的最好。乐兹玩的法师啊，乐兹最喜欢玩法师了。乐兹玩啥都是法师。我师父，小童可是草庙村卫队的副队长，你就收下小童吧。姑娘说笑了。燕云自己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付费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师父，求你了，教小童法术吧。这法师跑起来像人家那种壮汉一样，两只手这样甩。你看，从侧面看看这法师跑动。丹青知道倒可再做交流，我觉得还不如做成像火影忍者两只手放在后面，你们说是吗？村里有点不太平啊。像人家这种力士的感觉，这跑动的姿势像力士的感觉，那不直接两只手放在后面做成火影的那种跑动姿势好一点，道士就蛮有道士的感觉的。法师这样跑不觉得很憨吗？说笑了，这四周平静异常，哪里有什么蜈蚣？师父，那因为主要是和道士的那个跑动姿势做了对比嘛，道士的跑动姿势特别特别有那种感觉，就很特殊。道士跑起来，师父，睁开眼睛吧，不火了。32。哎呀，这个普通攻击伤害七点，和阿道差太多了。哇塞，作为一个法系职业输出这么差的，然后那个搓火球还需要吟唱的，这道士真是亲闺女啊！对于相比之下，道士真是亲闺女。
事情好。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倒是真的亲闺女。本来想的法系职业应该攻击距离又长，输出又猛那种，完全不如道士，完全不如。我掏完了，同学们，我要出门了，我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掏一会儿吧。我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来一会儿。这里多少？9小时50分，9小时48分。没了，这所有职业都看过了。我要出门了，我有事儿，去把事儿办完了再说。晚点见了，同学们。基础就是这么个样子，没看过的同学也看完了。哎呀，感谢哦，上面写着充值返还，右上角好大的字，我刚才没看见的，现在看到了。谢谢小白号、太阳刺眼、娱乐自己和黑白黑白送的点亮，感谢秋爱又送的点亮。谢谢大家收看，晚点见，拜拜。